尊敬的师傅上人您好，今天我们继续采访。师傅，现在很多的大人孩子都在玩电脑、网吧、游戏机上玩杀人的游戏、杀动物的游戏，他们玩这样打打杀杀的游戏都成瘾了。请问师傅，杀虚拟的人和动物算不算杀生？恳请师傅您慈悲开示。杀生，而且这个东西，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，还没有出家，方东梅先生告诉我，那个时候电视是黑白的，没有彩色的，他就告诉我，这个东西可以救人，可以害人。电视它是没有善恶的，它是个中立的。问题看你播言的什么节目，如果播言是负面的，那就害人；播言仁义道德就救人。它这个道理不能不懂。它像水一样，可以载舟，也可以覆舟。他告诉我，将来美国的大灾难就是这个东西引起来的。他中国现在刚刚开始，必须小心谨慎来防范。那么最近你看，从电视演变成网络，越来越普遍化了。小孩，中国情形我不知道。我在美国住了很多年，美国小学一年级就使用电脑了，现在也一样，师傅也是一样。那么他们在电脑上的时候，收看的东西太多了，所以他怎么能不学坏呢？天天所教的都是负面的，负面已经变成他的主流思想了，他认为这是对的，认为杀人是对的，甚至于杀父母也是对的，这还得了？所以这是今天大灾难主要的第一个因素，就是这个东西。所以纵然他没有杀人，他天天灌输这个杀的意念。杀的意念。对，那个念头就是种子。将来他有权有势的时候，他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。所以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。从小培养，那是扎根教育。我们今天扎根教育是什么？是杀盗淫妄啊，是贪嗔痴慢呢、这社会还能救吗？所以非常非常困难。我们了解这个状况。抗战期间，印光大师一生只做过一次法会，在上海做过一次护国卸载法会，他老人家主持的8天，7天法会，最后一天皈依。杀永远不能解决问题，化解问题只有真心的慈悲，真心慈悲能化解所有问题。如果不是用这个手段，用其他的手段，只是把这个灾害严重化了、恶化了，没有办法得到真正解决。我们从这个历史的教训，这60-70年来，这个演变，就更能看到，愈演愈烈。联合国最初解决问题，用西方的思维。用报复，用镇压，最后变成恐怖战争，才有部分人觉悟了，这方法不能再用了。我在澳洲昆士兰大学找我，让我跟他们大家和平学院的教授们讨论这个问题，我就把中国传统思想介绍给大家。问题是可以解决，没有不能解决问题。
就是用真诚慈悲，用真诚慈悲，才能化解问题。啊，再恶的人，你用真诚慈悲都会感化他。啊，你用镇压报复，那越演越烈，他越不服气。那师父会不会就是孩子吗？还有些大人，我看很多幼儿园的孩子，每个人现在那个电脑就是随时随地可以用的，因为我不会用电脑，就是随时随地小孩都拿一个电脑玩杀人的游戏。他成瘾了以后，然后走到生活当中，有个人不对他的意的时候，他就杀心起来了。没错，没错，连父母都杀，连老师都杀。现在社会上流行了一句话，师父，杀你，我觉得可能都是从网上来的。没错，没错。就是我后来有一天有一个人跟我这么说，我当时我心咯噔一下，哎，他就笑呵呵，然后他们说，你怎么跟不上形势？这是我们一个流行语，我杀了你，我杀了你，就是简直都是已经成口头禅了。他这个一个念头，就是已经造业了。哦。佛法讲，身语意三业。起心动念，你已经造业了，这个业你就得受报。啊，这是什么业呢？地狱业。嗔恨杀业是堕地狱的，贪婪是恶鬼业，愚痴是畜生业，他起心动念就在造业，口造业、意造业，虽然手没动。已经造了地狱，已经造了地狱。造地狱。那师父，我儿子也爱玩这种杀人的游戏。有一次我让他吃饭，他说我还没杀完呢，就在那儿就是很激烈的杀。那我回去一定让他看这个碟片，千万绝对不能再玩这种杀人游戏，杀动物的游戏，可不得了。已经这个游戏就是用佛法来讲的是诱导你堕地狱，诱导你堕地狱，太可怕了，师父啊！不错，很多人不知道真相，哎。一定要告诉他们。对，感恩师父。啊，对于小孩特别要留意，为什么把自己儿女送到地狱去？对呀，对呀，我们做父母的愚痴啊，你不懂教育孩子啊，师父。哎呀，所以这个电视、电脑，不知道害多少人。哎呀，造成今天社会的大灾难，就这个东西。太可怕了。感恩您师父。那师父向您请教，那发明核武器的科学家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干这行的，所以这次他特意让我来请教您这个问题，那他们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呢？要承担后果，承担的时候对全世界人产生恐怖。哦，核武，每一个人提到核武都心惊胆跳，是。啊，你给全世界人带来这么大的威胁，你要不要负责任？这种事情，中国人绝不干。中国人不是不懂，为什么不发明？他怕因果报应。啊，如果中国人要从科学上发展。大概这个世界1000年前就毁灭了。其实我们老祖宗有有，那你有这个智慧呀，怎么会不知道？智心一处，无事不办呢。所以中国人走的是道德伦理道德的路子，绝不走这个杀盗淫妄，绝不干这个事情。这个事情三途罪业，人到世间来怎么来的？业报啊！业报，人生酬业。你造的善业，你来享福；你造的恶业，你来遭罪。这是命运注定的，不是别人注定，自己注定的。啊，自己前世造的，这一世的受啊；这一世造的，来生要受啊。业报身。那我们这一生受的罪苦难多了，来生想不想着受罪，那我就得好好的修啊。我现在明白了，啊，业因果报搞清楚搞明白了。
啊，不但恶的言语不敢说，这个杀是不善的言语啊，不能讲啊，不能起这个念头啊，不能起这个念头，哎，念头都不能起啊。为什么不念佛？事出世间的大善，第一大善就是念阿弥陀佛啊。为什么不念一句阿弥陀佛，要念那个杀，要念那个贪？错了，真的错了啊！啊，所以念佛人在今天这个时代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善中之善，福中之福，没有比这更大的。啊，一句阿弥陀佛能消无量劫的罪业，这话是佛说的，不是假话。千真万确啊！对。那师父，就我这朋友，他听别人说，他说现在地狱又新开辟了一个，就专门给那个制造核武器的人，让他们受报的一个地方，是这样吗？师父，把他吓坏了，师父，真有，把他吓坏了，真有，真有，嗯，因为地狱不是人造的，也不是上帝造的，也不是阎罗王造的，是自己业力变现的，啊，你制造核武。你会想到核武爆炸那个情形，将来有爆炸谁在里头？就是你在里头。哦。啊，你的血肉之躯随着爆炸风发。哎呦。太可怕了。太可怕了。太可怕了。所以受过中国传统教育的人绝不干这个事情。你看诸葛亮发明木牛牛马，那是机械化的运输，他死的时候全部毁掉。不留个后人，这是什么慈悲呀？这不是令法了，是慈悲呀。这个东西发展，如果没有道德，那就害人了。啊，有道德，首先他可以救人；没有道德，他害人。那他得为他子孙后代想哈。啊，对，对这件事，哎，不敢，一定要对地球负责任，对，要负责任。所以中国人的思考。他考虑现前，他更重要是考虑以往后。他对历史负责任，啊，他对后代负责任，不像外国人没有这个观念的，他只有他这一代，没有第二代。对，所以他干燥啊，所以将来拯救地球还得要中国传统文化。嗯，除中国东西之外。嗯。这汤恩比说的找不到第二种啊，找不到第二种，找不到第二种啊，所以我才提倡啊，告诉大家了，要学文言文啊，全世界人都要学文言文，因为中国古老东西全是文言文写的，你自己也不懂文言文，看翻译的那差很远啊，等于说别人吃了吐了再喂你，你吃不到原味，你要学文言文就懂得原味。文言文不难，我们在美国大学问的学生，在英国几个学校，我说你们学文言文学了多久？他能说，他能看，他能写，告诉我3年，不难嘛。他们学3年，中国人学2年。为什么不用2年的时间接受5000年传统文化？师父，您号召很多的人扎3根，尤其《弟子规》，多少人受益啊！后来学了以后，他们去做，才知道哦，这是做人的标准。以前做人没有标准，就觉得反正就这样，别人干嘛我干嘛。哎呀，就觉得特别的受益。这个传统文化的东西太好了，小小的那么薄册的《弟子规》，简直是我觉得真是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对，太好了。这3个根能救全世界。做人的。行为的这个准则全都在里边，真的太好了，太好了。那师父，我这个朋友，他听了这个消息以后，就说地狱现在已经建立了这种新型的地狱，没错，留着他们这人受果报。然后他毅然决然的就不干这种行业了，然后他就想
就想请您慈悲开示，他现在该怎么样的忏悔？他非常非常的后悔。念佛，念佛哈，那回向给他曾经做过的这个，没错，念佛求生净土。念佛求生净土。对，啊、哦，好，感恩师父。那师父，现在很多人得病哈，要打抗生素，要是。杀这个细菌，那小孩子肚子里有蛔虫哈、我那小时候就吃过那个宝塔糖，那您说这个吃药打虫，那算不算杀生呢？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，师父？有好方法，但是人不相信啊。好方法就是意念，用爱心，啊，请他离开我们身体，他会。啊，他从大便里就出来了。哦，那如果我自己要有蛔虫，我要跟我身上的蛔虫菩萨说，没错，没错，哦、没错，请你慈悲离开，然后我念佛给你，光让人离开人家不干吧，师傅，哪一个？就让光让虫子离开他吧，肯定不，肯定要给他念佛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是吧？得做功德人才能离开的嘛，没错，你不妨碍我，我将来有成就的时候，都是你的护持。哦，这护持的功德不可思议。哦，那您说，比方说这个病菌哈，您说这个病菌那个细胞，还有这个就是肠子里这个蛔虫，会不会也是跟我累生累劫有缘的报复嘞？没错，一点都不错。那我要吃虫子药打它，很生气的呀。不错，当然了，所以这个事情要化解。要化解啊、哦。对呀、你看那个念力，啊，昨天跟你讲的。这个美国修兰博士，完全用念力啊，没有任何药物啊，就是用善念，纯净的心，纯善的念头，让所有带着病毒的细胞通通恢复正常。那细胞很多很多，要跟，比如说，要说医生查出是白细胞多，那我就跟这些白细胞的说。对。跟所有身体全体细胞说啊，跟所有细胞说，哎，让所有细胞都是健康啊，哦，哎，都不带病毒啊，哦，这应该很灵的是吧？啊，灵非常。但是我觉得信则灵，啊，不是老百姓信则灵，你不信，你怀疑它，那肯定不起作用。怀疑不起作用，不错，不错，怀疑是把你的功力完全破坏掉。